铁公营刀下女兵，身世坎坷看飘零，与孤兵心有谁知，披星戴月江湖行，问问儒雅一书生，世道艰险功难成，红颜垂泪苦读人，一举成名天下闻。家事尽具香灼，跪求过往神明，只因为大阿哥去救香格格的命受了重伤，连张廷玉都说没药可治，皇上着急得很，这半天没吃一口饭，没喝一口茶，信见心中非常难过，恳求过往神明保佑，让大阿哥的伤快好，皇上早早宽心，哪怕折掉戏女十年的阳寿，戏女也是打从心里愿意。爱妃，皇上，皇上吉祥。爱妃，你对朕的一腔关怀，深厚的情谊，朕心里。皇上，爱妃，朕真想不到。皇上，您说的是？爱妃，朕真想不到，你对大阿哥也会这么关心。皇上，大阿哥是皇上的储君，臣妾，臣妾怎么能够不关心他呢？何况，何况，何况什么？何况大阿哥受了伤，皇上您急成这样。爱妃，你说，朕急成什么样？皇上，您不吃不喝，不眠不休，成天到晚唉声叹气。皇上，您知不知道？爱妃，你要问的是？皇上，您知不知道，每一回臣妾看见皇上的眉毛皱一皱，臣妾的心里就会紧一紧，每一回臣妾看见皇上沉沉的叹那么一口气，臣妾的心里马上就会砰砰的跳。爱妃，你害怕？害怕有什么祸事临头？不，皇上，臣妾能够得到皇上的宠幸，臣妾真是太幸福了。后宫佳丽三千人，三千宠爱在一身。皇上，爱妃，还有谁能比臣妾更幸福、更快乐？爱妃，皇上，臣妾已经历尽这世界上的幸福、快乐。所以臣妾不再感到害怕，臣妾永远不再感到会有
有什么祸事来临？爱妃，你说得好，你说得真好。皇上，臣妾所担心的，如今只剩下了皇上的不快乐，只剩下了皇上的不高兴。所以今天，你看到朕这么着急，就在这儿摆起了香案。 祷告过路神明。皇上，臣妾是个一点用都没有的女人。除了这样，臣妾确实是没有其他的办法。不，马佳氏，你对朕太有用处，太重要了。皇上，爱妃，朕很忙。 皇后也很忙，朕跟皇后每天早起晚睡，朕每一天要决定多多少少的事情。爱妃，你知道吗？要决定一件事情有多难吗？臣妾不知道，可是臣妾看得出来，皇上时时刻刻。 都在留意，时时刻刻都在用脑筋想。皇上，您真的跟每一个人都不一样，您真是没有一刻的空闲啊！哎，这叫朝前夕替，戒慎戒惧。哎，你要知道。 朕决定每一件事情，大者可以影响到社稷的安危，小者可以影响到个人的身家性命。你想，朕怎么能不谨慎小心、战战兢兢？皇上，也许只有臣妾一个人才知道皇上的心意。 只有你一个知道，只有你一个时时刻刻的关心朕，朕就心满意足了。皇上，臣妾实在没有多大的利益。不，够，已经太够了。自古君王多寂寞，朕有了你。 太快了，皇上。只是大阿哥。皇上，大阿哥的伤一定会好的。其实，朕今天一直在说大阿哥，万一大阿哥有什么意外，这孩子实在太可怜。 可怜，皇上，您的意思是说，爱妃，朕有一个天大的秘密。这一会儿夜静无人，朕趁这个机会告诉你，皇上，什么天大的秘密呀？哎，不对呀，这会儿我要是让他们给瞧见了，那可就糟了。 是你啊，皇上，您的武功好高强啊！嗯，吉祥，你这一奉承，真是又是闯了什么祸，在朕的跟前垫底？啊，不，皇上，我没有闯祸哎。皇上，我今天呐，真的没闯祸，不信。
您去问皇后跟大阿哥嘛。什么？大阿哥？吉祥，大阿哥醒过来了。可不是嘛，皇上，大阿哥已经醒过来了。刚才啊，我去报告皇后，这会儿呢，我又急急忙忙的跑来告诉您。吉祥，你又不自称奴婢。啊，是奴婢。吉祥，又胡闹。回答朕的话，应该说是皇上，怎么说是奴婢呢？弄错了，弄错了，我这么一回答是奴婢，可不就把皇上说成是奴婢了吗？放肆！奴婢知错了。这还差不多。您要不要去看一看大阿哥？太妃，朕要去，朕当然要去。那宝妃娘娘，没关系，您就陪皇上去吧。我呢，我就在这儿罚跪吧。吉祥，那一天你真要懂事，真要懂规矩，那才真正的好。香格格，您就请起吧。不行哎，这会儿我要是站起来了，可不是又要让人家说我不懂事、不懂规矩了吗？吉祥，扎，带路，扎。万别动！父深更半夜见到父王圣驾到宽礼宫来，儿臣实在……大阿哥，你先躺下歇会儿，朕这时候还没睡。皇后，您知不知道皇上在御花园里干嘛呀？吉祥。必在，朕不准你在皇后跟前胡言乱语。皇上，你不是也这么说过，季香老长不大，总归像个小孩子吗？皇后，正因为季香是小孩，所以朕不准季香在皇后跟前胡言乱语，说话没有高低轻重。皇上，季香这会儿还没开口说话呢，皇上怎么知道他会胡言乱语，说话不知轻重高低呢？何况童言无忌嘛。季香啊，皇后，你就只管放心大胆地说好。皇上深更半夜不睡，在养心殿御花园里干什么呀？皇后，皇上，是不是要我跟季香到后头说去？皇后，你在大哥跟前，这又是何必呢？皇上，你应该知道臣妾的脾气。皇后的脾气？皇上越是这么紧张，臣妾越发要追问到底了。母后，大阿哥，我知道你要问什么，可是皇上一生系天下之为，我身为皇后，对皇上的起居作息能不闻不问吗？是。季香，你说吧。回皇上，这会儿奴婢不能不说了。好，你说，你说吧。
回皇后，夜深人静，花前月下，奴婢瞧见皇上跟宝妃娘娘肩并着肩，手拉着手，俩人一块在御花园里。皇后，臣妾知罪，臣妾知罪。皇后，皇上跟宝妃娘娘的跟前啊，还设了一副香案。皇上，你跟宝妃是在补拜天地呢，还是7月7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啊？皇后，宝妃怎么能比杨贵妃？朕怎么会是风流天子唐命皇呢？那回皇后，那个时候啊，皇上满脸的忧愁，宝妃娘娘眼睛里还噙着泪水呢。巧啊，皇上，宝妃，原来你们是在怨我、咒我、恨我。皇后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绝对不是的。你还敢说不是的？回皇后，奴婢啊，还偷听到皇上跟宝妃娘娘俩人说的几句话呢。季香，你快说，你听到他们两个在说什么呀？娘娘说，她说，祈求过往神明保佑，但愿大阿哥的伤赶快好，皇上早早宽心，就算是要折掉信女10年的阳寿，信女也是打从心里面愿意。在说什么？皇后，您是不是还要奴婢再说一次啊？宝妃，原来你是在烧夜香，祈求大阿哥早早痊愈。是是的。母后，母后，也许是宝妃娘娘一片诚心感动神明，儿臣才在鬼门关给放了回来。宝妃，我错怪你了。皇后，皇后，朕不是说过，宝妃虽然年纪轻，可是非常懂事，对人都是爱如备至，一片沉静。后来皇上又接签了，几箱皇上是怎么接签的呀？皇上说，朕倒真没有想到，你居然也这么关心大阿。宝妃，你实在是太好了，我真是感激你。皇后，这是臣妾的本分。皇上，好赏。吉祥，下次你再这么调皮，看
看诊，我接了你的皮。接了他的皮，饶着他饶命，饶着他饶命啊！哟，挺差的，你这是干嘛呀？老中堂他在发脾气，是要接那个铁仔的皮，干嘛你给吓成这个样子的？西施娘娘，老中堂接的是铁仔子的皮啊。听差的，张，刚才老中堂说的话，只要你泄露出去一个字儿的话，就要拿你试问。想都不敢，想都不敢。起开！老中堂，您不是要接那个铁仔的皮吗？我是要接他的皮。好不容易叫童世宁把香格格骗到安家，让铁仔埋伏那儿，想一刀结果了香格格性命，谁想到？他用淬毒刀竟把大阿哥砍成重伤。老中堂，那大阿哥受的伤要不要紧啊？要不要紧？哼！赛西施，这铁崽子刀上涂的那个药是奇毒无比呀，只要是砍到人的身上的话，就是要见血封喉的。左爷，什么叫做见血封喉？这你都不知道？只要那个刀划到人的身上流一点血的话，一个时辰就要绝气昏过去，最多呀一个时辰以后他还可以苏醒过来。可是呢，不出两三个时辰呢，这两腿一伸就要见阎王爷的。真有那么厉害呀？就是啊，所以铁仔的这个皮肉可是闯大了，说不定现在八成皇上已经知道铁崽子干的好事了。那不是会牵连到老中堂了吗？可不是吗？所以现在老中堂才发脾气啊，就是因为铁崽子闯下了滔天的大祸了。三喜事，老中堂，您是不是又用得上我了？你真聪明啊。老中堂，您这么一夸奖啊，这多一半啊，我的用处还挺大的呢。不错，你跟听差的，你们俩用处可大。老中堂，您还用得着小的我呀？听差的，扎，你说，现在铁崽子正在屋里喝酒，你说说看，全畅春园里，谁能把他拿得下？回老中堂，小的一向是有一句说一句，这会儿在这畅春园里头要争论武功的话，那除了老中堂您，没有人能拿得下铁崽子。废话，这小的自个儿长嘴，听差的，你废话，你废话。三西施，是老中堂，我看由你去拿铁崽子，本部堂赏你纹银100两。哎呦，老中堂啊，您大概是在跟我开玩笑吧？那个铁崽子只要伸那么一个手指头啊，就能够把我给撂倒，我怎么能拿得了他嘛？赛西施啊，不是我恭维你，我看全畅春园只有你一个人拿得了他。老中堂，我懂了，您准是又有了什么挺新鲜的好主意了。哎，对，三西施啊，你可不是越来越聪明了吗？老中堂啊，听您这么一说啊，我这100两的赏可不就有了着落了吗？有着了，有着了。事成之后我赏你100两纹银，赏听差的制钱1000。谢老中堂赏。先别谢，听差的你过来。张三西施，你们俩听说了，不要急。
不知道老中堂会不会怪罪。铁爷，铁爷，谁？铁爷，是我呀，听差的呀，听差的给您送下酒的菜来了。进来。听差的呢，铁爷，您放心，听差的已经给我买通好了。买通好了，赛西施，你买通听差的要干嘛呀？铁爷，人家买通了听差的，是想能够神不知鬼不觉的到这儿来陪你喝酒啊。陪我喝酒，赛西施，八成你是找错了人。呀，铁爷，人说自古英雄爱风流，就只有你，人家好不容易找了个机会来陪陪你，谁晓得才一见面啊，你就忍心一竿子把奴家往外打吗？这别这那了，铁爷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明天丢了脑袋瓜子是明天的事儿。来来来，我先敬您一杯。再一杯。好，再一杯。又一杯。还一杯。还一杯啊。干一杯。还喝。添一杯。还要添一杯啊。赛西施，你好酒量啊！铁爷，我是个三绺梳头、两截穿衣的女流之辈，怎么能够跟你这天下无敌、盖世无双的大英雄铁爷比呢？大英雄铁爷我，哈哈哈哈哈哈！铁爷，你这哈哈哈哈！又能够抵得了几杯呢？八杯怎么样？好，八杯就八杯，谁要是喝不了啊，谁就认输。认输？笑话！铁爷打出娘胎到现在，就还没有认输过。在转呢，屋子在转呢。铁爷，您是不是喝醉了？我会喝醉，铁爷我一辈子也不会醉呀。铁爷，铁爷，听差的，快来绑人呐！来了。
还真让我赚了这一千个钱了啊！喊啥？扎！谢谢老中堂，谢谢老中堂。谢老中堂啥？停车的，扎！去弄点水来，把它喷醒。扎！办喜事，你得了一百两银子就乐成这个样子。回老中堂，奴家不但得了您一百两的银子，同时又赢了铁崽子的酒，您说我能不乐吗？铁爷，得罪了啊！赛西施，你怎么把铁爷给捆上了？铁爷，你回头看看捆你的是谁吧。啊，老中堂。铁崽子，我叫你去杀仙格格，你怎么会把大阿哥砍成重伤了？老中堂，谁也没想到会在安江遇上了大阿哥。这次娄子你可捅大了，你说该怎么办？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叫赛西施把我灌醉，又把我给捆上，您是要拿我给大阿哥抵命？除了抵命之外，还要跟你要点东西。什么东西？淬毒钢刀的解药。没有解药。没有。左崽子，打。铁崽子，你中的也是淬毒钢刀，解药拿出来。容克多，算你狠，你才知道我厉害。赛西施，铁爷再给你一点好处。好处？铁爷，你要给我什么好处啊？从我口袋拿出解药，向老中堂讨个赏吧。老中堂，我再赏你十两银子。谢谢老中堂。铁爷，你怎么这么偏心呢？这么好的差事干嘛不给我呀？听差的，瞧你长得那个样子，也不撒泡尿自个儿瞧瞧，哼！铁爷，赛西施，银子就在这儿，还不快点来拿呢？铁爷，你人真好。哎呀，骚娘们！三妹，蔡大人，你懂不懂这种解药？我懂。那么，能否请姑娘跟奥中堂到坤宁宫去一趟？上坤宁宫？唉，实不相瞒呢，十三妹姑娘，大阿哥这会儿正在坤宁宫里昏迷不醒呢。可是，十三妹姑娘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何况还是全国百姓人人敬爱的大阿哥。奥宗堂，是否可以让我先教您解药的用法，然后您一个人上坤宁宫去给大阿哥治伤？十三妹，你为什么不愿意替朝廷立此大功，多多少少对令堂大人的官司也许有很大的帮助？蔡大人，您那一片好意，民女十分的感激。只不过，
只不过不想见到香格格，是不是？还有安公子。十三妹，你错了。我怎么错了？蔡大人，您是知道的，这两年来安公子就是香格格的影子，香格格到哪儿，安公子就一定在哪儿。十三妹，偏巧这一回香格格在坤宁宫，而安公子却被隆科多关在畅春园。三妹姑娘，你现在已经知道安公子不在坤宁宫，于情于理你都应该跟本部堂去救大阿哥。好吧，那我就跟中堂大人去一趟。哦，蔡大人，这你不妨把铁崽子收押，钱顺可以暂且放了他。这谢中堂大人。十三妹姑娘请。中堂大人请。哎呦，我的老中堂啊，这下子我可又赚了五两银子。钱顺，张，你可别先高兴。蔡大人，您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本部堂还要问你的话呢。又要问话？正儿。爷爷。这个童世宁什么时候不见的？昨儿个下午。哎，对了，是昨儿个下午，他说他去接他媳妇儿，哎，从那个时候啊，我就没看到他。童公公，老臣在。您怎么想起在殿上找童世宁啊？回皇上，那是老臣那个不肖的胞弟隆科多说的，他说昨儿个皇后回皇上，童国公说的不错，昨天下午是我派人到畅春园传话，叫童世宁到坤宁宫来一趟。皇后，皇上，这究竟怎么回事？真儿，皇后，你认不认识童世宁的妻子？认识啊，她叫做赛西施。大润子，皇后见过童国公甄格格，把你的冤屈跟童国公甄格格说出来听听。是皇后。正儿，爷爷，大润子是谁呀？不知道。回童国公，回甄格格，您父是童世宁明媒正娶的结发妻子。什么？你是童世宁的妻子？正儿，爷爷，他不是赛西施啊？不是。回童国公，赛西施是龙老中堂跟前的人，有龙老中堂叫他去勾引民妇的丈夫。大润子，你别哭啊！你说，那个龙老中堂为什么要叫那个赛西施勾你的丈夫啊？回甄格格，这里面许多的隐情，民妇不便在大殿上说。隐情，一定是跟大阿哥纪香有关。
天皇后传唤同事您入宫，是否让他们夫妻见了面？是啊。那么这一对冤家见了面，又怎么样了呢？燕儿，奴婢在，你去回同国公甄格格的话。是。奴婢燕儿回话，说，回同国公，大润子见了同事宁以后，两个人打打闹闹，那同事宁就不知去向了。回皇后，这个大润子能不能让咱们带回去，细细的问他，也好给他做个主。回甄格格，甄格格能替宁夫做主，宁夫感恩不尽。嗯。大润子，我看你就跟佟国公他们回客吧。是，皇后。皇上，皇后，老臣告退。奴婢童真告退。大舅，你好走。谢皇上。皇后。皇后，你给大润子打抱不平，只怕又把事情牵涉大了。回皇上，皇后。是。大哥又晕过去。不要吓唬人好不好啊？李卫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跟我说话呢？张大学士，大阿哥昨天都醒过来了，刚才还好好的呢，等这会儿突然就……李卫，我告诉你。大哥昨个突然起来，那是他回光返照啊。老师，怎么叫回光返照？香哥哥，回光返照，就是在一个人病危的时候，突然醒过来那么一阵儿，然后怎么样啊？香哥哥。然后就老师，你一定要救救大阿哥，你一定要救救大阿哥。恐怕大学士奥尔泰有紧急大事求见。这。宣大学士奥尔泰见驾！宣大学士奥尔泰见驾！皇上吉祥，皇后吉祥。七哥，二太，你有什么紧急大事？回皇上，奴才已经取得了淬毒钢刀的解药。你已经找到了解药。是的，回皇上，奴才还请到了一位江湖女英雄十三妹为大阿哥救援。十三妹？是三妹来了，她人呢？
位。宣。扎。宣十三妹见驾。宣十三妹见驾。见驾，救大阿哥，这又是一个轰轰烈烈的高潮起点。他救不救得了大阿哥，跟皇上皇后怎么见，要不要趁此机会鸣冤，以及香格格和他会不会再一次的针锋相对，好戏精彩至极，请您明天千万别忘了继续收看《金玉元勋》。